好啦，終於可以遊師培啊，同埋遊到個 best time 喎，好開心啊！好犀利，好犀利！我想問你咧，你係右手邊唞氣噶嘛？你最後50米咧，澳洲選手啦，佢喺你嘅左手邊啦，會唔會影響到你咧？如果你望到佢，會唔會可以攞埋個金牌咧？我覺得我唞氣唞偏邊都唔係一個太大嘅影響嘅，因為始終我知道我係比較一個短速嘅由100、200自由式嘅選手，所以我一定要一開始衝得快啲。而我知道，因為好多嗰場賽事嘅泳員佢哋都係200、400米嘅，即係好似 三線澳洲、美國嘅泳手，所以佢哋一定會臨尾50、臨尾100會游得快過我嘅，所以我都係 focus 喺自己個 race 度。好開心啊！1:53.92係咪你預期咧？有冇諗過可以快 PB 差唔多成秒咧？我一開始訓練嘅時候都希望係可以游到1:53嘅，而家游到亦都攞到個牌啊！攞到呢塊牌最想多謝邊個？我想多謝我教練，香港同美國嘅教練，同埋我爹哋媽咪，因為佢哋一路都對我好多支持，同埋冇佢哋唔會有今日我嘅成就啊！一塊獎牌，即係對泳隊同埋對香港有咩意義？我希望即係以我同埋張家朗，我哋兩個喺今屆都有好嘅成績，希望可以繼續推動喺度比緊賽嘅運動員，希望佢哋可以繼續加油，同埋希望喺屋企睇緊嘅香港嘅泳員，佢哋都可以繼續努力訓練，因為之後就係到你哋噶啦。我一定要再講嘅就係，攞塊金牌咧，對你有冇推動作用咧？一定有嘅，因為見到佢即係好辛苦訓練而去有成就，我都有成果，都知道其實我係今日努力都可以有好嘅成績咯。5年前咧，你約13名復成啦，然後即係已經係變咗銀牌。其實跟住中間經歷咗啲咩令你可以攞到呢一塊？我覺得可能係因為即係5年前咯。去到 semi-final 就同自己講，希望下屆可以入到 final。咁之後，2017年咯，喺200自世錦賽第5；2019年世錦賽第4，次次好似同獎牌都差好少咁。跟住而家終於有，就好開心啊！唔好意思，我要我陣間再翻嚟。OK， 好，恭喜曬！